大家都好鍾意香港啦，但係香港夏天呢，真係令人好苦惱啊！成日都濕立立，無論男女老少，你喐啦唔喐啦，都會流汗㗎。唔想做臭狐狸，我哋唔想戎裝，唔想都係油頭垢面，周身都係汗。再加上日日夜夜都戴住個口罩，我唔想連自己都聞到自己嘅臭汗味，我想用一啲冇毒嘅、冇滑石粉嘅止汗粉，有冇呢？今次同大家带嚟呢一个咧，就系玫瑰特务、薰衣草特务。咁佢咧得8种咧，好安全嘅成分，连孕妇啦、敏感肌肤都用到嘅。首先佢加咗喜马拉雅山嘅岩盐啊，咁佢可以咧帮助我哋咧流咗汗，可以补充翻我哋嘅矿物质同埋盐分。第二好劲噶葛根啊，佢可以生津止渴、排毒、美白、清暑。退熱咁就唔怕中暑啦，咁仲加入蘇打、粟粉、玫瑰花瓣、玫瑰精油、jasmine、雲呢喇，成分咁安全，你一定會用啦。仲可以咧周身拍頭髮啦、面啦、口罩機啦，同埋背脊都可以用。仲有重點嘅葛根可以擊退痘痘添啊，咁痘痘嘅朋友就唔會有呢個煩惱啦。